男韩女团 New Jeans 自出道以来便风靡全球，受到全世界不少粉丝喜爱。但人红是非多，他们近日就遭到不明人士发起刺杀威胁，让粉丝们相当担心。New Jeans 将在本月26、27日在东京巨蛋举办粉丝见面会，但近日却有一名男韩网友对他们发出刺杀威胁，不但po文亮刀，并恶狠狠地写着。经纪公司得知后也赶紧报警并提高戒备，眼看活动在即，竟出现死亡威胁的文章，更让粉丝们担忧。